凯，准备好未啊？梗系准备好啦！马拉松式嘅 shopping 对我嚟讲 easy job 啦。新八八半，今个三月由地下到旧楼都有好多优惠活动，今日就等我哋一次过睇下有咩笋嘢啦！嚟紧三月十八号呢度就会举行香水节，好多国际知名品牌都有做紧折扣优惠噶。唔止啊，同层嘅女装逢星期五六日都有优惠活动，有啲仲低至半价添啊！喂，上到嚟一楼都仲有好多香水可以慢慢试啊！睇下呢边嘅女装都好抵，我都唔执输入去拣翻几件先。嚟到二楼就梗系要买翻个深水 keep 啦，到时一开关就可以即刻执 keep 走人。顺便提提大家，同层嘅男士服饰都做紧折扣优惠，仲可以参加抽奖添。三楼就啱晒我啦，除咗有好多运动品牌有激顺优惠之外，同层仲有明笔活动优惠噶。行到攰攰地，试下床上用品就啱晒啦。除咗 Rabi 同 Bursa， 嚟紧 DPM 同其他床上用品都有优惠活动，千祈唔好错过啊！至于五楼同六楼分别都系婴儿用品同埋儿童玩具专区，小朋友嚟到一定唔舍得走啊！好多人关心嘅超市嚟紧就会举行日本食品展，冇得去日本，唯有买啲日本零食止下瘾啦。月底仲会有健康食品展添啊，啱晒咁为食嘅你啊！是啊，讲到食，八楼美食广场举行春季美食节，真的要食翻够本啊！上到嚟九楼，梗系要睇埋厨具啦，好多厨具品牌都有做紧折扣优惠噶。日本人气餐具品牌 Mosh 做紧换购活动，优惠做到月底就冇噶啦。嚟紧月底 ，Oto 将会喺七楼特卖场有展销会，到时会展出佢哋嘅最新按摩椅同埋其他按摩产品俾大家慢慢试啊！咁多优惠，记得到时过嚟入货啦，手快有手慢冇啊！What?